今天我也来输个代码，变个马丁。这种输入代码就能变皮肤的视频肯定是假的，但是啊，总不能空穴来风吧。那么这个漏洞是否真的存在呢？我们可以问问官方，对吧？我说输入代码可以变马丁，这个漏洞修复了吗？官方说了三个字，哈哈哈。哦，那我就明白了，我们去游戏中试一试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安排队友输入一个这样的代码，巴拉巴拉小魔仙变马丁。点击发送的时候看我表演，我给他染了一个黄色的马丁。不满足，我再给大家变一个紫色的马丁。这时队友输入了一个巴卡巴卡变紫色马丁。很可爱，有没有啊？等他点击发送的时候，我再给他变一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变的呀，所以你明白了吗？